好，前车现场，北韩今天早上再度试射飞弹，日本更发布了警报。更多重点，我们时间交给郑荣。2-year-old French exchange student filmed herself with friends, at first laughing. But then she suddenly looks distressed. 梨泰院踩踏悲剧幸存的法籍学生表示，起初人群推挤时大家还觉得好玩，完全没有危机意识，不知道情况会走向失控。At some point, I had no air, and we were so crushed to other people that I couldn't breathe at all, so I just passed out. 夏瓦利叶捡回一命，但有许多人没这么幸运，民众难掩悲痛，纷纷落下眼泪。指认亲友遗物时掩面痛哭的画面更是令人不舍，因为谁能想象原本一同狂欢的亲友如今却是天人永隔。 I don't know why I'm here and they're in hospital or passed away. It makes me feel so strange because we all spent days together before that.And I might not see two of those friends ever again. 罹难者中有不少外籍游客或是外籍学生，大批相约在南韩户外口罩令解除后的第一个万圣节周末赴梨泰院狂欢，数小时就涌入了将近十万人。而事发的斜坡仅是条四公尺不到的窄巷，根本不堪负荷庞大人潮。Mrs. Steven to tell him like, hey, don't come to our place anymore.有美籍交换生表示，当晚就注意到庞大人潮涌入梨泰院，还提醒友人不要前往，但挚友却从此没有回复讯息，成了踩踏意外的罹难者。而他们的同学同样出现在罹难者名单上，三人前几天才一起去爬山健行，令人不胜唏嘘。Person, like a great friend, I'm gonna miss him.原本精彩的交换生生涯却成了无比悲痛的回忆。梨泰院事故让韩国社会陷入巨大冲击，更让全球许多将举行的大型活动提升警戒，避免悲剧再度重演。记者蔡欣晨报道。好，国际的现场最新消息，我们先带你来看到，这是路透社等多家外媒就报道了，南韩军方今天就证实，北韩今天清晨大约是台湾时间七点多的时候，再度朝东岸的外海发射一枚弹道飞弹。其实北韩昨天才在十个多小时之内四度发射25枚的飞弹。南韩昨天跟美国、日本对北韩代表来通话，也强烈谴责北韩的行径哦，认为北韩是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还有两韩的919军事协议等挑衅行为。其实在昨天上午呢，北韩就已经朝这个东部外海发射了3枚的短程弹道飞弹，而其中有一枚飞弹的落点，它是距离南韩的海岸不到60公里。而北韩到底为什么这么频繁的在这么短期之内多射了这么多枚的飞弹呢？其实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要求美韩要停止现在正在进行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北韩声称说无法再度容忍这一类军事上的鲁莽行为跟挑衅，因此这一次北韩的试射，它其实明显就是要针对美韩目前举行的警戒风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美国跟南韩是从10月30号开始展开了这一场所谓的警戒风暴军事演习，而这也是双方20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空中军演之一。两国是派出了数百架战机，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执行模拟攻击，而这演习会一直持续到11月4号。双方一共出动240架的军机，还有 F-35A 及 F-35B 在内的军机。另外呢，其实澳洲空军这一次也首度派出了该国的空中加油机参与美韩的联合军演。南韩军方就表示说，北韩其实从昨天开始就在境内的东部还有西部10个地点向两韩的海上缓冲区涉及了100多枚的炮弹，那么10个小时之内分4轮至少有发射25枚的飞弹，其中这一枚短程弹道飞弹向南边飞行到这个朝鲜半岛东部的海域北方警戒，这也是1953年韩战停战以来北韩的飞弹首次越界。当时南韩总统尹锡悦就召开了紧急国安会议，痛斥北韩的行为是具体的侵略领土。
而南韩就表示说，未来要回应北韩向北方界限以南的公海发射短程弹道飞弹这样的挑衅行为，所以南韩军方也有所动作了，他们是出动了战斗机向北方的界限以北发射三枚空对地飞弹，与北韩发射飞弹的落点是相当的近。当然了，这个用意就是要展现南韩军方他们精准的打击能力了。不过日本专家现在又进一步分析了，说呢，这个北韩射弹越过北方的界限，其实也是显示着北韩他们对于美韩军演正准备升高情势，不惜越过红线。其实换句话说，他们就是故意的。好，这个北韩呢，今天清晨发射了这一枚，再度发射了弹道飞弹，北韩就日本当然也有所警戒了。好，日本他们现在发布的是保护人民的 J 警报，也就是所谓的全国瞬时警报系统，对象区域是宫城山形还有新细县，呼吁这一些地区的民众要赶快疏散到建筑物里头或者是地下来避难。日媒 NHK 报道说，这个日本防卫省大约在今天上午7:46，是台湾时间今天上午6:46的时候，就表示北韩再度发射弹道飞弹。日本媒体又表示说，日本时间上午7:48左右，这个弹道飞弹已经飞越过太平洋，日本当局也因此发布了警报。而其实持续来看到是，北韩除了频频试射飞弹干扰东北亚的区域和平之外，美国的军方五角大厦现在掌握到一个最新的情资，显示说其实北韩正在私下提供大量的炮弹给俄罗斯，用来投入乌克兰的战场。五角大厦现在也分析说，北韩供应大量的火炮弹药，除了显示说北韩他们很支持的是俄乌战争，俄罗斯发动这场战争的立场之外，也表示说俄罗斯现在其实也有面临的是军事物资的短缺。You did hear from us earlier today that we have information that despite the public denials that we've heard from the DPRK, that the DPRK is covertly supplying Russia's war in Ukraine with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artillery shells while obfuscating the real destination of these armed shipments by trying to make it appear as though they're being sent to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or North Africa.